我也，我结果讲，你没来过我家吼，对呀，对哦，你没觉得他是家，他是家，对，我一直有一个记忆，我跟你打过麻将，黑啦，那是我刚学，然后他跟我打200块的，在朋友的家里，然后我一边打瞌睡一边那个，一定，我跟你姐，你是不是爱我姐姐，我好，我亏钱哦，亏钱哦，现金撇撇哦，是哦，好，这是我家。好漂亮的家，是张炳煌大师他写送给我的我的人生其实一路走来蛮辛苦的哈，人生不管有多烂，努力按个赞，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日本长野冬季奥运圣火传递，哦呦，哇，你去举圣火，你看这边啊，我当年就白玉鹅哦，它这个材质算轻的，这可能是当然还算。 二楼见，二楼见啊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哦！到楼上你要看到我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我们这边虽然宗教不同，我家有很多的佛像，可以来看这边。哦，来来来，这里每一个房间都比我家大。哎呦，秀福间超级无敌多，这有几？这一个是一个那个。 那个什么，就是只有一个百货公司，对啊，真的，一个百货公司，什么都有哦，它帽子啊，什么配件，一应俱全。我现在觉得我眼睛，眼界真的太小。我戴摄影机镜头。好来，哇，你看，上面是帽子。有眼哈，我们要楼梯，让摄影师跟他独处一下。还有楼梯。因为。 你把我们两个关在一起，我想这摄影师没办法。你跟我去卧房子，对啦，摄影师没办法，不要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们今天搞得姐姐那么开心，再来，快快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当年呢，那个谁。
这个每一个都是OK，而且小哥，你好舒服哦，是的，来吧，看一下我的卧房，来，肖蛋，我帮你推，哎，没有，我们两个爱叫羊，喂，你这个是法国的呢，对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床，超舒服，我的床，只睡一个人，竟然可以跟冰冰姐有床照，好像也不错，那个。 阿莫啦，阿莫啦，你咧较俏咧，你咧较好。我一个午后，全身都软了，剩下干净。啊，还有，浴室，走，去看我的浴室。你洗澡了，因为澡了，这浴室也太大了吧？哎呦，喜欢，我喜欢这样让它五彩缤纷。我俩主要这样去除寂寞的感觉。对对对对。对，睡醒记得吃药。那我老是忘，所以。哦，是啊，助理就帮我写下去，真好，真的舒服。